真的，我不会在这个网络上什么喜不喜欢的，我不会喜欢任何一个人，也不会就是在直播间或者就视频上这种，知道吧？因为太累了，这个网络上的东西真的，我承受不了压力。因为比如说我在这个视频上我认识了一个女孩，比如说我做九件事情都是对的，我错那么一点点事情，你们就来说我，就来骂我，我真的受不了，知道吧？你们说我说的很难听，有心真的，我真的好累，我只想平平淡淡、简简单单的。其实你们担心我的未来的老婆，我自己也担心啊。人嘛，只能娶一个老婆嘛，对吧？不可能娶两个老婆嘛。所以呢，就人生就那么一次嘛，对吧？人生就那么一次，所以必须得要选择好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阿伟说的对不对？说的对的话扣个一，好吧？我看一下，有多少叔叔阿姨是真心支持阿伟的？那是黑粉，对吧？我知道是黑粉，但是呢，确实真的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给大家讲，我有时候很迷茫。心里面很迷茫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很累。感谢花姐送来的墨镜，谢谢。我不知道我做什么才是对的，真的，我也只想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，开开心心的跟家人们聊天，但是不给我这个机会，知道吧？每天都有不妥的一些来骚扰我，来弄我，来搞我，我很累，真的，对吧？线下也好，线上也好，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些黑粉一天指指点点的说阿伟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，真的是我吼在你们眼里真的是很不耐烦了，是吧？线下有线下有些说我，线上有说我的，真的是。我这个人活在你们眼里真的是不是很难看嘛啊，对不对？我做了一件坏事，我做了什么事情嘛？你们说我去抢劫了吗？是去偷东西了吗？还是怎么了吗？我好好打打的做男人，对吧？那有时候做错一件事情，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是谁的错，到底是不是我的错，还是别人的错，还是这件事情怎么回事，大家可以去参考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去了解嘛。为什么百分之百就是我的错呢？我长得就像个坏人吗？我当初在你们眼里也不像这么坏的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是给大家解释，我只是觉得我心里一提到那些事情我就很过意不去，心里很难受。因为我觉得明明没有这件事情非要压我在我的头上，就像你孩子没有偷别人的东西，你打你的孩子，你说你偷了隔壁老王家的东西，这样子很无悔的，很无奈，有时候真的心里面很难受的，知道吧？我这个人我也不想，我也不会去压我别人，别人压我，我也心里很难受，真的。就比如说有些东西啊，我也不太说明白，不太说清楚啊。不喜欢去解释这些，我也不想跟别人带来任何人的伤害，知道吧？我也不想影响到任何一个人，知道吧？可能有些东西我不好去这个直播间或者视频上说，线下我很清楚，但是网络上我不好去说，知道吧？我不好去说什么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，怎么去的，是怎么一个回事，我不好去讲，真的。所以大家就误会在我头上，我真的是很恼火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去讲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，可能会影响到某一些人，知道吧？我不想去杀害任何一个人，我也不想去影响任何一个人，知道吧？可以讲，我讲出来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讲出来了就会影响到别人了，知道吧？我不想做这种杀害别人的事情，知道吧？不要给我谈爱情了，我真的不想爱情了，好吧？求求你们了，
不要觉得我视频上出现个女孩就非要让我跟这个人结婚，让我跟这个人合适呢，我不想爱情了，真的，我单身一辈子，我宁愿单身一辈子，我也不谈爱情了，我很累，知道吧？你们不要跟我谈我喜欢这个跟那个人合适，跟哪个人叮叮当当怎么的，我现在不喜欢女孩，跟你们说吧，我喜欢男孩，可以了吧？我也是醉了，真的是，我的爱情我做主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指导我，让我跟这个在一起，跟着喜欢那个的，难道你们去跟他过一辈子吗？难道这过一辈子的是我，我的爱情我做主好不好？你们要尊重我的想法，不要去勉强我。艾伟，你跟这个在一起吗？你跟这个合适，跟那个合适，我跟谁合适我最清楚，对吧？难道你们比我清楚吗？是不是家人们？爱这个爱那个，哪里来的那么多爱情嘛？爱情算什么？该来的来，该走的走，该去的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说话直不直，家人们？我说话性格就是这样子的，太直了。你们也不要放在心上啊。艾伟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直？不要这样想啊呀，反正我都说了，你们要跟我做朋友，对吧？那就要了解，相互了解，对吧？等你们了解我之后呢，你们反而觉得渣男，谁说的渣男啊？你说我渣男，我就生气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渣到你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叫我渣男，我渣到谁了吗？你说，来说清楚来。我扎到谁了？你今天不跟我说个一二三，我把这个手机给砸了，等一下直接从餐子这里扔出去。你说我是渣男，我扎到谁了？你说来，站出来给我连麦，给我说清楚来，对不对？我渣男，扎到你了吗？扎到你了没有吗？还是扎到谁了？你给我数个一二三出来，来，再说我是渣男，我把这个手机扔的，等一下餐子，让你们去外面，呵呵，把这个手机直接从餐子这里扔出去，让你们去外面凉快凉快去了，知道吧？这手机也不就是10000多块钱吗？我直接不要了，我直接把它扔了，把我气到了，知道吧？老师带节奏啊。始终有那些黑粉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那些黑粉啊，我跟你们讲，不要来我这里找存在感啊，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，知道吧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，我这里不凉快，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，不要来烦我，知道吧？因为我的性格是一根筋的那种，我是直来直去的，我不会拐弯的，知道吧？我是一个直男，知道吧？你们说到我不开心了，我就怼你们，知道吧？你们以为在我这里找得到存在感，你们骂我，我就骂回去，我就给你抵回去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我这里是找不到存在感的，你只会吃亏的，知道吧？我为什么要让你说我嘛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吃你的饭，又不是你带我出来做人的，我为什么要给那些黑粉的面子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有些人你得要给他抵回去，不然他面子给多了，他狗都觉得自己是狮子，知道吧？你让着他，他就觉得越来越过分，他就觉得不赖哦，没完没了的，对吧？一天。其实我觉得我不会说别人的，别人不说我的话，我不会说别人的，因为我知道我说了别人也会说我，那就等于自己说自己嘛，对吧？比如说现在我骂了别人，那么人家也会骂我，对吧？那等于就自己骂自己嘛，那没有必要，真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哈哈，其实粉丝们，哎呀，变了就变了嘛，早就看出来变了，对吧？不要说了，家人们，我都说了，咱们的粉丝家人们去到对面，
咱们也不要去骂别人，知道吧？只要是从阿伟这里飞出去的每一个家人都不要去说别人，知道吧？不管好也不好，对吧？因为根是从我这里长出来的，知道吧？就相当于是有了我这个抖音号24万、25万、26万这个抖音号，才有了其他人，知道吧？那么从我这里飞想出去的粉丝，号召就是我希望呢，不要去骂任何一个人，对吧？我们也不敢说，就是从我这里飞出去的每一个，就等于说是徒弟嘛，徒弟一样的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是好的，或者每一个人都是，大家喜欢的，知道吧？但是我希望呢，大家不要去骂任何一个人，不要去说任何一个人，知道吧？没有必要，对，真的没有必要，知道吧？对，你们也不要骂我，知道吧？说实话，因为通过我，咱们才认识，通过我，你们才认识了他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有些黑粉啊，有些黑粉就喜欢他们，不喜欢我了就骂我，说难听点，没有我有你啥事儿啊？没有我阿伟的存在，人家天天吃，不要说天天吃土豆了，天天吃毛丝你都看不到，知道吧？你看得到吗？肯定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我的存在，有了我才会有他们，才会认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我阿伟有他们什么事儿，有你们什么事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的嘛？啊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就不要去说什么啊，知道吧？所以那些黑粉说我的，对吧？他不了解我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嘛？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这个号抖音号是不是我的嘛？25万这个粉丝抖音号。对不对？是我的，对吧？是不是我的号？那是不是我去了楼村里面才拍了他们，把他们拍活了，对吧？拍活了，然后你们才认识他们的嘛？是不是这样子的嘛？如果我不去楼村里面，那你们不要说他们吃什么土豆、吃方便面了，吃毛丝你们都看不到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楼村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可怜的姑娘呀，你们看得到吗？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要感谢我，知道吧？而不是说怎么样。我没有功劳也有一点苦恼呀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我的付出还不够多吗？难道我的付出还不够多吗？难道还要卡？家人们，现在还卡吗？还卡不卡现在？不卡了是吧？不卡就好。刚刚经过了一个洞子哦，那个洞子里面它没有信号，所以就卡了。洞子里面没有信号，家人们。来直播间。将近3000个人，2400个人啊、哦！支持阿伟的，给阿伟来一波双倍点赞，好不好？给阿伟来一波双倍点赞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我只希望500个人同时给阿伟点赞，好吧？珍惜支持阿伟的500个就够了啊、哦，不需要5000个，500个就够了。珍惜支持阿伟的，我数3、2、1就开始啊、哦，3、2、1，来，给阿伟兄弟来一波双倍点赞，好不好？支持阿伟的美帅哥美女叔叔阿姨哥哥姐妹，直接给阿伟来一波双倍点赞，来给我搂，来下方公屏上一人点两下，给我来一波双倍点赞，好吧？来了，双倍点赞来了，直接给我搂到50万点赞，好吧？来一波双倍点赞，来。我数3、2、1就开始，好吧？3、2、1就直播间2000多个人全部给阿伟点赞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开始，
来，所有人动起来，用你的发财的右手点屏幕，点公屏上，一人点五下，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直接点五下就双倍点赞出来了，好吧？你们头像从这里蹦出来，支持阿伟的每一个家人，来给阿伟点个赞，好吧？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没有？快点点，快点点，来了来了。那些小黑匪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我们韦家军的凝聚力，韦家军的实力，直接站在干到60万了。家人们，直接给他们抵满100万，给他们看好吧？让那些高看不起我们的，让他们高看不起，直接抵满100万，来直播间2500个人，全部给我搂！我就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，我对自己也很狠，对别人也很狠的，知道吧？阿伟加油，阿姨支持你，谢谢阿姨，跟你比个心，来，阿姨，谢谢阿姨对阿伟的支持，谢谢杨丽姐姐啊、杨丽阿姨对阿伟的支持，谢谢我直播间现在同时给我阿伟点赞的那些家人们，给你们比个心，家人们辛苦了。谢谢家人们对阿伟的支持，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好，知道吧？除了那些黑匪侵犯我的那些家人，我阿伟永远陪你们白头到老，好不好？啊，永远给你们比心，好不好？